没房子也没车的，他要跟你结婚是因为看上你的财产吧？哥，年纪大结婚真的要更慎重一点。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说我生不出孩子，我真是受够了。这是什么？水晶，好像不是他亲生的。怎么能这样骗我？妈，您还好吗？妈，你是贪图妈的财产才这么做，不是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现在很美丽，全台首播。